当你能量场好的时候，有什么风吹草动，你会往好的方向想，是不是？嗯。当你能量场不佳的时候，薄弱的时候，就根本连选都不用选，他就是选择你在那个环节上这个可能性的这个运作，但是并不是100分的归处。所以讲这么多呢，要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千万不要小看能量场的运作，不管是正的或负的，它的及时性。现在这个听力的科技啊，已经颁布到只要你愿意，它速度变化很快的。那么能够抓到这个氛围，然后引以为一个提醒自己的什么主题，或引以为戒啊，引以为什么什么什么。我想这个东西会帮助我们现在开始往这个未来的时代走啊。有这样的一个模型程式之后，你再去面对未来的世界的很多大小事，你就更加能够自我调整。这个不管是自我调整、自我学习、自我中找到真正的答案、成绩，甚至于行动调整中再调整，把很多东西呢做得更加的完备。好，所以你看哦，这个一来呢，忧郁症与否，跟你人生中一直加分的圆满完备，这是两个不同的结论哦。那竟然我们因为超级生命法的系统，可以让我们原先在这不好的环节上起死回生，然后最后达到人生中所谓可圈可点可贵的结论。那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所有的学员在修草马的时候想要达基本标，在这一点上，是吗？嗯。以他这个例子来祈勉我们自己，好。不要说是内心深处，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胞中，都是灌入这个浓浓的能量啊，浓浓的这个知见，正知见。所以有的时候啊，这个一换一变，路又通了，这个宽广大道啊，又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当我们再踏上去，再走行进的时候，就不要一不小心等一下又犯规，然后又错。那这个机会难得，所以每一次机会要把握，而且把握的原因自己要非常清楚，不是人云亦云，是你真的看到这里面相当重要。所以进步再进步。好，我们学员大家在全世界各地啊，不管是在哪一个行业或角色中，我们都在当地政府的这个祝福氛围中啊，让当地能够生活得更好，人民更加的昌盛，是吧？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，更加的和谐，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世界大同的奇景，在地球道场上实现。所以这是你我的标记，我们相互勉励。